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没有。你漂亮得很嘛。谢谢。你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吗？不了不了不了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我已经结婚了。待会儿会给你剪头发的。行，那咱今晚吃点啥去？不吃了。啊？不吃。我还想着你带着我俩小孩吃点啥，全家桶。不吃。那我们剪头发啊。不用。剪个啥？但不行，我吹一下就行。不行，吹一下吧，来。坐好啊。